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伊斯兰艺术博物馆。在这里呢，也可以看到中国制的瓷器。看到这件，哇，好大呀！看到了，这里来自伊朗的，伊朗，是啊，这幅画是来自于伊朗的色拉子，是吧？哇，这个呢是来自于，这个呢是来自于。Turkey 土耳其，哦，看到这面墙了吧？这也是来自伊朗的。这个木雕呢，是来自于。这个木雕呢，来自于埃及，11世纪的。
哦，大家看到的这个陶瓷呢，是来自于景德镇17世纪造的。这是一个地毯。Section Chinese Koran Section， 这是18世纪中国那边的《古兰经》。伊拉克的，伊拉克造的9世纪，伊拉克，这个是土耳其造的。来自于印度的，阿富汗的，包了的瓶子，一软一软的，伊朗，刚才呢看完了这些展品之后呢，其实这些产品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伊朗和土耳其，也有少部分呢是来自于叙利亚、阿富汗还有中国。